今天带大家来札幌市区走走，经过札幌著名景点札幌市石祭台，是一座古老的美式钟楼。札幌石祭台附近就能看到札幌电视塔。再往前走，就到二条市场。二条市场里贩卖一些海鲜、螃蟹、贝类。今天的午餐就在这里吃咯。决定吃这一家冻冰味。看到菜单好饿哦，先来杯热热的焙茶。我很喜欢这家店的设计，感觉轻松舒服。我的海鲜冻上桌咯，好吃又新鲜，超满足的。二条市场的对面就是李小璐。整个李小璐商店街可以从李小璐一逛到李小璐七。左右两旁有餐厅，有卖伴手礼店家，有扭蛋店。还有间业务超市哦，豆乳有七种口味哦。而且只要138日币。我最爱的抹茶冰淇淋只要92日币哦。这家扭蛋店有2层楼，有1000多台扭蛋机。从李小璐三与李小璐四之间有路面电车经过。大家有空可以来体验坐路面电车。这台是白雷神巧克力电车，这台是 Pika 电车。这里也有间基安电台。李小璐的药妆店超多家的，可以在这里采买，还能比价一下。这家店名好像在骂人哦。
谢你把影片看完，欢迎订阅频道，非常感谢您。